喂，我马上过去。哎，爸，你卖你地来啦，这都不用入去。嗯，你卖动作，你爱讲我来相信你啊，我无遐尔好骗。拍摄拍摄，我真正是超过预备才跟你偷看，啊，不是我偷看，我不偷看，我偷看。不要紧啦，这都是查某朋友嘛，爸，你是要跟我去上对吧？不要紧啦，慢啦，慢啦，哎，气死！叫你卖的，你也没得，这下尴尬了吧？爸，你咧看阿甲比天阿妹拍照片，我看一下嘛。看一个劲啦，我拢甲删除啊啦。真正哦，跟你海贼，我血压拢清悬咧。够巧呢，这相片来从哪看到？你准备去开公园啦？开公园嘛，无要紧，反正我都是要甲你定条条，你免想要绕跑啦。阿爸，你安尼规工甲我缀条条，我无食饭，你爸都袂要。哼，阿叔你放心，我透早出门的时候，我食甲足饱的，一点仔拢袂要。啊，不过我巴肚就枵的，你敢要跟我做一食饭啊？无紧，你巴肚枵，你就家己去食就好啊。你食。我听讲，这餐厅的迄个剥皮辣椒板条最好吃的，又香又辣。我等下一定点一碗上大碗的，这吃了开了后，规身躯拢暖乎乎的。寒天又食，这上好你知影？死可唔食囡仔啊！死老狗，拄则看到，摕一物件，面仔砍条条，哈！凡事哦，即款人已经中风啊，鼻啊乌歪去啊啦，讲话袂经过个，我讲。咪留一个口德，伊是做个美容针过敏。啊伊做美容针过敏，伊嘛只只为咱查某囝拢去聊落去安尼，哈，归去啦，做伊头壳顶个咧较袂无彩啦。叫你卖好袂讲，这可无啉啊！迄少年的时阵哦，同安尼足缘投的，对无？伊对伊家己安尼偌自信的，逐工安尼西装穿穿安尼拍哩拍哩，吼安尼做摇摆安尼咧，哈，阿起码咧，头壳去小拍电啊，食老的老翻灯。好啦，莫遐愈讲愈大声啦！我大声是安怎？我话贴笔记哦，就是为老不尊啦，啊！怕我细汉查某囝，你还谈恋爱？各大家听是安怎？惊人知哦，惊人知啊，大家你莫做。人嘛是有心意啊，对不？为着要表示讲，诶，身体啊，伊状况还阁袂歹，做予咱看的啊。做予咱看，迄叫为老不尊啦！我跟你讲，一个人哦心也歹，安怎整拢无效啦。啊，佫一件代志哦，伊这代志我应该去地检署按铃申告啦，佮告死我跟你讲。你明明无迄个心，你是安怎要讲这种话啊？我无度，我即摆有当时我心内话，我想要讲，我来讲出来。好啊，我也无想要讲，我留一寡气力哦，我甲恁王亚纯顶一次，顶一次，顶到会去做。一个叮叮叮！医生讲你当送医啊，拜托一个，以后莫去做什么小镇美容，要做嘛是我去做。好吧，我知啊。爸，
去买一个便当。阮都要吃过啊。我未吃啦。安怎啦？你跟我改哦。我早起叫我来这，跟你好好讲话，我来啊。啊，你嘛真趣味呢，拢几岁人啊，我教人去住小镇美容，你嘛真好打，你面皮嘛真厚哦。歹势啦，我你这老朋友哦，看笑话啊。你即马赶快是拍算要跟我亚纯做伙？对。燕哥，要小心阿嬷同意才行。我无可能同意，你咪卖阁孝顺亚纯啊！我跟你讲，你若真正变啊痴心等落去，我会一直跟你磨，无跟你放手。咱两个老的，多少人心照还阁唔知影呢？是啊，你慢慢安尼过去好不好？你若过去，咱是安那参详代志啊？刚都因为会年会比亚春较大，我都无法度和亚春放心。这两个高峰结婚，不是讲找一个年纪相当的人就用的呢，还佫有其他的条件嘛。我曾经讲啊，我足了解亚春的，我嘛足疼惜伊的，就是代表讲我佮伊足适合的。我阿伯你讲看卖，我亚春爱啉啥爱食啥，对啥物物件过敏。亚纯爱食甜的物件，嘛爱啉甜的。但伊最近讲哦，伊想要减肥，所以哦，用改啉气泡水。伊伫尘螨过敏，所以讲哦，伊伫眠床，还佫有以前的衫甲裤哦，拢有洁癖。所以自细汉到大汉哦，拢袂养宠物。就算讲你了解伊安尼，如果是安怎，啊，恁的年纪，恁年纪差几岁？三十五啦，吼。二十七，四舍五入就是三十啊啦。你八十岁的时阵已经五十岁啊，五十岁一个查某人，甲过去较早已经未比的。以后伊若一个人行，伊的人生是要哪过？好啦，就算讲起码医学较发达，会当乎你活到一百岁。你敢有想过，你一百岁的时阵模样会变成什么款？你可能爱坐轮椅。你可能爱牙乖啊，你可能爱倒咧病床，你都要让一个七十岁的查某人来给你照顾，来给你伺候，给你啉水，给你食饭，给你人屎人尿。我无爱我查某囝人生过到这尔辛苦。阿天叔啊，这代志哦，无你想的这么悲观嘛。我再讲啊，我甲亚纯会当有囡仔？你即马是几岁啊啦？佫要有囡仔？而且你敢不敢给我办法？天师，天师，你把你起俩讲好无啦？安尼是要安那讨论代志啦？我的意思是讲，我甲亚纯阿英较早有囡仔，啊囡仔大汉嘛，那以后伊就当照顾亚纯甲我的生活嘛。但是问题总是会当找着方法来解决嘛，对无？咱做时代还佫想要五万囡仔会当照顾咱？我甲你讲啦。一个家庭就讲一个鸟兽同款，内底鸟仔就是咱的囡仔，咱一嘴一嘴甲请阮大汉，因大汉啊，死过头顶啊，就会四界飞啊，飞去倒位咱敢袂知影？就出了这个代志，亚纯为着恁的感情来跟我赌气，我想要五万囡仔来照顾咱四大，就算讲囡仔要照顾咱。嘛，都看有这個能力也无啦。你家己好好想看卖啊，唔通爱一个人，却变心害一个人。爸，小峰，阮爸是跟你讲啥？你对恁爸两个，恁哪会赶我走啦？
阮爸在讲讲啥？雅春，我想要一个人小静静。爸，你拄则是甲Jacky讲啥？伊哪会把我赶出来啊？把你赶出来？啊，无嘞，你到底甲伊讲啥？俺算讲伊良心发现啦、啊，爸，你到底甲伊讲啥？重点不是我甲伊讲啥，是伊良心甲伊讲啥。少年足好，你即马时间甲无奈，还是甲无奈？拢有啊，面对命运，我感觉无奈；面对时间，我感觉无奈。命运无法度改变，时间无法度倒退。我唔听，我知影我即马确实足悲观的，因为现实就是安尼。现实就是咱两个人要做伙。就是机智啊！大家有偌济人，我等下是要走过去，从来无机会讲话。不过咱不是，咱熟悉啊，交往嘛，其实拢去发生啊，是安怎要这样要紧，给他们来循环。我相信爱情的力量，我不相信爱情会当挑战命运甲现实。也不过，迄拢只是用想的。现实是啥？现实就是我甲你差了要30岁。有一天我离开啊，回送就小小的，咱的爱情就敢若变作一阵烟，风一吹就消失去啊。迄个时阵你要怎？咱差了30岁又该安怎？为着你，我唔想断绝。甲潮牌，我想要甲你看起来更加速配。不管你提过爱坐椅，你看的拢是我的手。咱到达散步，敢是有风微微啊吹过，一直到有一天，咱看袂清楚啊，阿爸都搁喘气啊，我还是会赶快。把你放在我的心内，我就是想要跟我爱的人做伙，不是别人，也就来收进我的男女朋友。雅春，人是人，会当无辜的找爱几届，会当跟家己认定的人做伙，就算时间无久，也有价值啦。天公要我认识你，一定是缘。我绝对袂放弃，我已经是大人了，我知影安怎做会当予家己幸福，佫较知影啥会当予我幸福。你现在是我的人啊，明仔载就去登记结婚，然后就速速去，我接不上。